见。我不要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你看它这么厚，你要倒谁是个问题，因为这样子倒过来它就会是厚的，倒这边这边会是厚的，所以因为这块布是帆布，它是数位印刷，它是帆布比较挺，哦，都要这样剪，剪了以后把它烫开，这样是不是大家都平的？好，就不会，到时候就很烦恼，那个缝缝要倒谁啊？倒哪一边？就全部给它剪开，帮我烫开哈。看有助手真快，烫开烫开烫开。袋子呢？袋子呢？这里好。我看这这小动作，你要问我说剪到哪里哦，你就剪得开就好了，不用剪到底没关系哈。对对对，小心。嘿，好，开了就可以了。对。好，你看，烫开以后它就是这样平的，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好吃。你如果没有烫开，就会有缝缝一人倒一边的问题嘛。好，你全部烫开，它就是整个袋子是平的。因为你如果说这一边是倒这边，另外一片一定要倒这边，那你我刚刚说了，你如果倒这边就中间比较蓬，倒这边就侧边比较蓬，那你势必如果倒一边，会不会一边要旁边蓬，一边要中间蓬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好，我们就把它缝缝翻开，大家都是平的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就有个大问题了哈，这个烫过，那个侧面没烫，还没好，我们以往又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次就不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你如果这里先车了，你这里要怎么办？它不是平口的耶，它要翻，提把是要翻出来的。你如果这里做好，提把是翻不起来，懂我意思哈？所以我们要一片里布一片表布做。哎，这样又跟我们那个束口袋是不是有点雷同？但是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一个表布，一个里布。正面相对，正面相对哦。然后我们要先车这里。我们原则上这条、这条、这条都要车起来，车两组。但是如果你先从这边车的话，等一下一偏全部都跑掉了。所以我们要从哪里？从中间。中间先车，这里推平再车。有多出来缝缝，还可以推到外面。你如果从一侧先车，你这里先歪一次，有没有？如果它这样挪了，它是不是也歪？挪到后面，它的这个对不上。对，所以我还说烫布秤很重要。你烫歪了，它等一下就很难对。好，然后车的时候从中间先车，中间先车呢，要留有一个颜色的笔给我。好，对，好，我们大概留个5到6公分，不要车，只车到这里哦，只车这里这段。好，等一下就变魔术给你看，为什么不要车？好，因为我们上面还要接啊，对，好，可以哈，好，我先做一片啊，它跟那个束口袋是一样的，你一片做起来，后一片就会做了。那我们就要先这里要对好哦，好，这里对好，这里也要对好。你可以用珠子针，用珠子针把它对好哈，对好以后，我们从这里第一道先车。你们要用珠子针哦，哎，我是不用你们要哦哈。好，要回针，好不好？好，沿着这里要拉好，抓好，因为转弯很难转，所以我你看，我用右手固定他们两个，左手扳它，
好，不要用肩膀太累了，好，用手腕的力量，我这样抓着扶他，我要转弯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顺的转？然后转到这里的时候，麻烦你要对一下，不要就一路车着过去，然后跑掉了也不知道哈。沿着步秤，车到这里。好，车好一段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还有两段。好，这里就要对齐，推平哦，抓着它，车到底，要回针，好，车好，一道，两道，还有一道，对不对？车到步秤哦，你可以车出来一点点，但是不能车到步秤。好，好，现在我是不是三道就好了吗？对。啊，然后剪刀拿来，只要弯曲就要剪。了解。看到吗？只要弯的就要剪。你看哈、哦，你如果不剪翻是这样子。卡住，卡住，它到这里就这样，揪不回来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要剪哈，一定要剪哦，没有剪你是翻不过来的。逢弯处就剪，剪多少颗呢？其实是没什么关系。然后同学又问了，剪直线跟剪斜线有关吗？没有关系，你开心就好，但是不能剪到我的线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的缝分太多，就修小一点。好，好，我是不是剪好了？全部剪好了，线头要把它剪掉，不然牵牵拖拖。好，我要翻它，我要先把两条提把翻出来，从哪里翻？这里翻。好，这样翻，推进来。有没有很暴力？就这样，这样稍微暴力一下。好，有没有？那、另外一根，你看有剪，它就是平的，有吗？我看到这边都不会皱，好，没有剪，它就刚刚底部全部皱回来，好，因为表布比较厚，里部比较薄，它就会皱，底部都会皱皱的，就把它翻过来。你也可以用筷子，也可以用这样子拉，其实还好，它不是太窄。好，你就把它翻过来。你看我们现在翻过来以后，是不是半片包已经好了？为了预防等一下大家一定会接错，会把这块跟后面接。那样子也可以提啦，只是不是我原来的设计，我原来要这样圆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单片先做，先把那个顶端圆圈出来，好，这样出来怎么出来？翻过来，翻下去，哦，就是车一公分，好，对，表对表，离对离，哈，哎，请你不要这样子给我车嘿，车起来还是两套。不行哦，哈，就表布对表布，里布对里布，要回针哦。好，这个圈是不是出来了？你看，这个圈出来了，提把就出来了。那它怎么办？他也要啊，他要怎么办呢？你就这样想，他要这样对，对不对？你就捏着翻过来，好，
很难哦，来，再一次，拿着它正面相对，记得你车一定是正面相对，拿着它正面相对，再不然就是这样，然后它是不是要互相折，你再捏出来也是个方法，好，好，我们就这样。你这边车多少，这里就要车多少。为什么待会他们两个要压线啊？就好了耶。